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所以可见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你们的祖先年位都是受到龙天护法的加持，也在启示各位，我们来这里每超度啊，在这让祖先来这里听经闻法是有非常非常珍贵的王禅老祖的天威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啊。哦，所以各位啊，能这一些 年位呢哈，都是住持的家中堂上祖先的啊大牌位了。好，再接下来这一个牌位的中华民族啊，那个历代天主帝王917位天主帝王的他的圣座大牌，917位天主帝王啊，里面有到最近来金国先生啊，严家淦先生啊，那这个蒋介石总统，包括中国大陆的毛泽东、邓小平、赵紫阳，也都是中华三祖的儿女嘛。啊，那政治撇一边，我们都是同是同宗同源三祖的儿女呀。再接下来这一位呢，啊，就是日本徐福东渡日本秦朝的时候。日本为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现在来124位天皇，即这个旗帜呢，就是日本我们在今年农历3月3的时候在日本老祖开示，要接引日本的我们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祖灵回来，所以由圆瑞讲师在那边，而且呢3月2号由圆蒙法师呢有3位到大阪，我们的大阪道场那里诵经，将日本所有的列祖列宗与我们有血脉关系的全部招请到日本我们大阪道场。那一天3月3日我才傍晚才到日本大阪道场，那一天去圆满了之后，老祖开示说今天晚上日本那里会大地震，各位要小心结果呢那天晚上3点多呢觉得6.2级大地震我当然在那，我知道真的有地震了那就好了啦，但是我们有的师兄没有听到，我吓得很在日本也造成一个小小的小轰动，就是我说若是万灵归宗归到道场要接回来，你们高兴那一天一定要地震，结果那天晚上就了一个大地震所以也是我们把它都一天接回来这里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化解中日过去很多的干戈和战争啦这个是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劝你说你是敌人我是敌人，不是这样，本是同是一家亲，血脉都是连连的。那么我们现在这里你看上面七少天师这次九九法会王禅老祖要过
拜七十二天师，七首七二天师祷告，个人诵经，光请七十二天师光降，而且这一次我们也传七十二天师的回归极乐净土太极天净土的法宝，所以请了七十二天师都有降下来，将来呢我们在农历六月六到昆仑山和你们院长我们也去了十二位到中国青海昆仑山昆仑一脉四昆仑上古人心的最清净了所以我们的法脉从昆仑山脉红金老祖15450年因为地球的变化一直转动所以人就一直往平地来迁徙到整个中国大陆世界各地地球会在变轴心会在变又如我们丁海这个2010年这个地动天坑地动的灾厄所以地球有发生1151个地动那经过我们大家诵经这个祈福祈安法会结果圆满了就这三年就没有动了在农历9月6号也是国历双十节的时候老祖开示我们又跟你们院长有农后六六位又到长江大坝的北端引方去那里依照老祖师尊开示的消灾化解在仙佛寺就已经先诵了经那么消灾化解的法仪老祖说会再动会再现动会再漏动我说不是没有了哪有可能没有了我说减少但是最怕若是落在长江大坝的时候长江大坝下游将近有3亿7000万的中华三族儿女一定会死在死翘翘因为长江大坝那一陷下去乘着下面崩盘长江下游有3亿7000多人民会死翘翘也许就是有我们的亲人所以老祖呢开始不要有种族的分别心那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么最近前几天在四川应雨广元的平溪县又落了一个坑宽60公尺长60公尺宽40公尺深32公尺又一个天坑所以我在维新天下事呢常常提醒中国大陆同是三族儿女本是一家亲不要说哎呀想想就用灰弹打台湾我说你们真是头脑是笨蛋你打台湾天灭你才快啊我说台湾只有2300万人民而已若是一个天坑从长江爬了下去了下去3亿7000万所以要尊天理啊三族儿女啊要有爱心若是没有爱心的话你再怎么样的强辩都没有用所以人心要合天心你没有天心的话天会灭人人养人比较快但是天要养人更快但是天要灭人那个真是一言难尽啊所以我们要同是三族儿女本应相亲相爱相亲相扶所以我们今年2014年的1月1日中华民族祭祖大典第九坛哦我们不分你我这是世界和平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弟子同修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慈悲心好好修行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就韩国我们再来看韩国韩国呢韩国呢你们把经敲一下来好
韩国从山竹，从山竹蚩尤炎帝、黄帝战争以后，这蚩尤族的后裔逃窜，分五条路，兵分五路，一个到边疆去了，现在少数民族，一个北移朝鲜半岛，一个南甘肃、云南、甘肃苗族，一个通婚，一个四处流窜，所以在4600多年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华民族到北韩到韩国的第一个天皇就是桓雄天皇，第一个皇帝啊，所以桓雄天皇以来就有原来是193，查出来193个天皇啊，都一起参与祭祖。那么在前年七坛祭祖的时候，突然呢，有两位我在打坐跑去找我，我说请问哪里？说我是蚩尤后裔耶。我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他说他是金日成，也金日正、金正日。哦，他说他也是蚩尤后裔，他也要位置。那时候我在三宝寺跟严嵩院长也说，两位他们也要位置，所以有最韩国金正日和金日成两位是往生了，还是要来找佛找王禅老祖，他们也要有位置，因为我们有在诵经在修行法印供养，所以这个韩国的历代列祖列宗把逐渐连文，所以我们不分你我，凡是中华儿女，我们该超度都要超度，血脉延绵呐，接下来，这一次，伽蓝尊者，伽蓝尊者嘞，那叫观圣帝君嘛，就是为佛的大护法，这正气，佛法就是要正气，接下来这个是三界万灵嘞，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嘞，我们一并都恭请要来供养，因为三界万灵都有我们多生父母眷亲呐，所以我们不分种族，反正我们有机会修行的话，我们要打开心胸，因为我们肚脐以上是代表天，肚脐以下代表地是阴，那么所以三界万行是在我们肚脐以下太极的阴，那么上下为神，所以我们要往上升嘛，所以我们老祖真经开示啊，善人将走就由头上气往上升，恶人将走气往下升，肉气往下呢就是恶了嘛，所以不管上下，我们有缘哦，老祖开示一定要超度，所以我们有很虔诚的招请前来受纳，我们祭拜以供养，共同成就往生极乐净土，不要来到世间在这里挨挨杂杂的，真的很可怜冤冤相报何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韦陀尊者韦陀尊者呢也是守护这个坛城，每次法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伽蓝与韦陀尊者守护在这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要知道的，我们要来上香当然我们也都要礼敬那么接下来这个位呢就是烟灰转动诸灵，我们现在大家有这个水果可以吃，有面包，有什么饭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有烟灰转动诸灵
所以慧能大师啊，他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是狩猎各有据，互不相妨恼。狩猎人世间的万生万物都有生命嘛，不要相互去妨恼，相互去妨碍，而让他们烦恼，那是没有办法。哦，你虫虫比较多，你把五谷吃光了，我人就没有可以吃了嘛，那没有办法，就用很多的研究农药啦、毒药啦，把它杀死了，他们就坠入在七十二层地狱，很可怜的。所以由我们本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延展法师在那边主持啊，中港道场每天都在诵经超度烟灰转动诸灵。所以我们在每次超度啊烟灰转动的时候，也都是很诚心的祈求王城老祖诸佛菩萨加持灌顶转化人生啊，转化为人生清净文华啊，也受那供养，皆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在这几年来，农药量少了25%，爬线的，当然卖农药会骂师傅了，说让我们的生意怎么减少了。那么你们不要造业啦，哦，我说你们的烟灰转动啦、虫虫啦、那个棒棒糖啦，你们就不要再转生为啦，赶快随佛往生。我们在这里法会了，请你们在这里听经闻法。你们表面看这样，事实上满虚空啦，你们看的云雾啦，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灵魂，哦，密密麻麻的灵魂。所以我们有饭吃，有菜吃，有水果吃。我们 要感恩呢，啊，他们牺牲他们自己啊，好的，所以我们祭拜的就用水果把它切开了，用面粉、米糊来供养他们，啊，他们叫我都来受纳。啊，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各位的啊，奇奇怪怪的大年味，还有3760次大小战争与怨灵，啊，816次大小战争世界战争的怨灵，还有各位五路的怨灵，前几天还有郑成功，他的12位将军，他们军灵也都一起来这里。哦，3760次大小战争的王室怨灵都一起，我们都在这里看了。虽然小小一个小地方，但是宗教的力量啊，法界那满宇宙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啦。所以你们有一些奇奇怪怪啦、恩恩怨怨的啦，就在这里啊，一起来听经闻法，解冤释结啊。啊，再来呢，就是这冤亲债主，每年的法会，各位的冤亲债主最多，哈哈，你恶业被走了，多生以来的冤亲债主我一样啊，哈，这是冤相报何时了？既然都错了吧，我们就忏悔啊，忏悔你怎么忏悔？就请他们。我们受了连累，而都招请，招请来入坛，仰仗天威，仰仗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慈悲，而为我们化解过去的冤冤相报。所以啊，礼节冤亲债主了，我们在这里祈愿呢，好，各位冤亲债主，好，也都是同修，啊，礼节的无名，啊，冤家宜解。不可以再结了，啊，希望都能够在这次圆满法会，各位，啊，你们的有缘的人或是无缘的人等等呢，所送的经一并来回向供养，啊，化解这个冤仇，啊，祈愿王禅老祖师尊
龙天护法、诸佛菩萨、七十二天师加持灌顶，让我们这个冤亲债主了，过去的冤亲债主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去了啦。这是我们水陆法会也一样，平常够分社道场法会也一样，三宝寺一年一次的七月这个中原普渡，还有够分社道场的中原普渡也都是一样，我们设有冤亲债主，我们的冤你结了这次超度，也许前两次啊，再次的怎么样超度，嘿嘿，前两次冤结了啊，那么还有下一次一世，哎呦，没完没了啦。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再结恶缘了啦，好不好？哦，好，你好，他们就高兴了，佛的权力甚小了，这些都是英灵哦，无缘注视的英灵啊，这个年会就无缘注视的英灵，每次这英灵魂都没有名字，哎，我要取名字，他们会来告诉我他要什么名字，他是男是女，哎呀，真的这个无缘注视英灵，我也流产了两个，超度了，我说你。你随佛去往生去了，那就不要超度了嘛。就已经英灵他在灵魂界，他在要到女14岁，男16岁，男16岁才能转化为人，才能成熟。所以无缘注视英灵，你要超度给他们来听经闻法，他们没有地方，没有人供养啊，其他我们都不晓这个道理。所以有很多孩子不乖，就弟弟妹妹姐姐了，就带着到处跑。所以我们这今年这个超度英灵的很多，就是孩子都不乖，一出去不回来，怎么样这样，我们法师各班的导师法师用意谱了，查出来就是有英灵，超度了。这几年来因为孩子不乖超度了，他们就安下来了不然他们的孩子呢，同样天上有约那么既然我们做妈妈的干苦嘛，哎呀，我们钱不够啦，没法多吃啦，学费啦不够啦，现在孩子学费补习费很贵啦什么啦，哎呦，我告诉你，让他们来吧，他们来就带天上的免进支票下来啦，就给他们生出来，免得以后每年要超度英灵，你也等于要养孩子一样嘛，所以将心比心啦，那么过去都过去了，我们能够能为他们超度，这样呢，我相信我们大众同修们，若是你们的有亲朋好友，没有办法流产了，那没有办法说，有的没有办法。可以把它拿掉了。这一次我在命名英灵的时候，一个最多的12位，我里面你们看看，他是男，这一胎是男是女，我眼睛是湿了，够可怜哦，那怎么办啊？过去过去了吧，现在要生没生啦，气就没人来，我想要就没办法好了。这个例子很多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过湖堂上祖先，我们的九贤七祖有2张的那个正户牌，正户牌，有的人呢，就哎呦，我当天听先生讲，当天好请，就进来拜。母煞煞家里就母为母煞煞，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大堆。老祖说那错了，你当天呼请，半路上你来当还请好不？你来家和请好不？请在家门口口说关起来，你来做我爸爸好不？做我阿公好不？那怎么可以？他要赶快回家煮饭呢，他要赶快买菜下去给儿子吃饭呢，你把他关起来。乱了咯，乱了，你家里乱糟糟啊啦！所以老祖开始就不对，所以要正牌与副牌，
正牌的，哦，这法会宴口的时候要送走了，那个正牌的那张正牌撕起来，用香拿来装着香点回家重新安，那就不会安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哦，冤枉的诸灵，哦，那家里更乱。这样一安了，家里就平静了。我们仰仗老祖慈悲，仰仗天威，诸佛菩萨慈悲，哦，把这个啊，我们的祖先这么99天的时间，请他们来，那回去再安了。你们家里拜拜，每天早晚拜祖先，那就心都安了啦。哦，所以拜祖先非常重要的，哈，哦，啊，再来。工厂地基组，哦，工厂住家地基组，你家里，哦，若是自己的房子，你最好有法会的时候地基组来听经闻法，哦，地基组都是我们的多生父母祖先来作为，哦，我们家中的地主守护的我们家庭住家的平安的为地基主，工厂也一样，啊，工厂是地基主是你守护神，工厂往往有其他孤魂幽灵会来，啊，扰乱，会不安，那你只有地基主来做你的守护神，会比较平安。这例子很多啦，哦，所以我们接受大家呢，有开工厂的，你工厂。哦，地基组一定要超度，哦，我们住家呢，你们要超度的话，哦，那当然是最好啦，哦，那以上呢，哦，跟各位，介绍，这个呢，所有的年位啦，哦。